不好了！宁长，怎么了？他们都不来了，来帮忙的姑娘一个都没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马上就开始了呀！元香，我跟你去找那些姑娘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人拽回来。桂香，桂香，我跑了好几家，不是人不在就是不开门，你说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搞鬼啊？我让你办的事情，你办的怎么样了？王爷，您放心，我要请人来赏花。您请的客人一定就是方氏制衣铺的霓裳姑娘吧？你看今日迎春园有猜谜会，妮儿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我不想再失去你了。苏公子，请自重。你拒绝我十次，我会坚持一百次；你拒绝我一百次，我会坚持一万次。苏公子，妮儿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。苏氏二老板给我下了一张请帖，该不会是苏公子请他二叔出面要向你提亲吧？你别瞎说，不可能的事儿。要不霓裳，你就去看看。去不得。霓裳，这可是场鸿门宴，你不能去啊。